小仙表字润玉，不知仙子如何称呼？弟子白素贞，是峨眉山上一条白蛇。云梦江氏，魏无羡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我是青丘白浅。陈长生，从你嘴里搜出来，就好像独一无二的名字。你是什么人？一场峨眉有何起伏？在下小仙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给我起名字叫盼喜，那是你在盼我想念我吗？我本来就是个万年孤独。你在撒谎。人生不知醋，不能量宠物，所以我只好把你们藏在这里了。我要不要把你们带回莲花坞了？他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。我在这里不说不是，连个说话的权利都没有。说起来，还是我连累了你。萍水相逢，垂手相助，但你商议之后，便各奔东西。既然给不了他想要的，那我还不如放手。峨眉派第四代掌门人周芷若。是啊，你一直都比我强。年后跳下了凌云台。如果我跳下去，就能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。我们从此。跟着我做什么？爱附在你心里，让你再也不觉得此生再无奈同飘。如此，才是真正的相伴相生。乖人，我们来世再见。我现在只想和他一起安静的生活，因为我什么都不要。如今。算要报复，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人全家？